分享最走心的故事，品味最多样的人生，借鉴最契合的处事态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运连连。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。李修义是我的未婚夫，他却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宣布要和别的女人结婚。所有人面面相觑的看向我，尴尬的氛围中，我带头鼓掌。 并送上一枚戒指，当作祝福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摘下手上的戒指，递了出去，却没有一个人接。李修义黑着脸看着我，他身旁的女孩有些无措地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我叹了口气，把戒指放在了一旁的桌上。我随手拉过一个人，好像是周家的小儿子。 总喜欢跟在李修义身后跑，他茫然的看着我，怎么了，姐，喝酒了吗？我问。没有，我把车钥匙扔给他，送我回家。好嘞。刚走两步，李修义冲下来拉住了我。宋玲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因为一个新品细节被提前曝光，我们只能推倒重来。 忙了一个通宵，早上开完早会我就去了林氏，下午才回来，然后去给你拿礼物。本来是想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就走的。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，这时候八点，我十点还有一个会议，明天早上六点的飞机去巴黎。小少爷，我太累了，没有时间陪你玩。李修义整个人。 都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阶段，我是真的累，太阳穴像有钉子在钻，没再多说。我挣脱开李修义的束缚离开了。周家小少爷把我送到了家。下车的时候，我随手把准备送给李修义的生日礼物给了他，一把车钥匙。李修义想要这辆车很久了，为了买下它，他我花了不少功夫。 周家小少爷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给我了。我嗯了声，拿钥匙自己去车行取。谢谢姐，这一声倒是情真意切。姐，你是要跟李修义分手吗？对，会取消婚约。如果有人问起你，你也不用隐瞒。知道了，姐。这次确实是李修义做的不厚道，你早该给他一点教训了。 我笑了笑，摆摆手让他离开，随即回了家。洗完澡，我强撑着精神开完会，等到会议一结束，甚至不用缓冲，我倒在床上就睡了。等到第二天，秘书打开房门叫我起床，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，感觉自己根本没睡，只是闭了下眼睛。手机里满是未读消息和未接电话。 有人好奇地询问我和李修义是怎么回事，有人八卦我是不是要跟李修义分手了，有人关心我的状态好不好，更多的是和周家小少爷一个态度，表示我确实应该给李修义一个教训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只是在跟李修义闹一闹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宋玲爱惨了李修义，已经爱得失去了底线。 李修义是我高中时情窦初开就喜欢的人，那时候他张扬的耀眼，谁都没有办法忽视，我也一样。于是我跟他告白了：“李修义，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？”李修义看着我，眼里带着漫不经心：“第一名，我可不喜欢好学生。”因为李修义的一句“不喜欢好学生”。 年少轻狂的我做了很多荒唐事，比如染发，比如打耳洞，比如纹身，比如逃课，比如泡吧。我开始和李修一厮混在了一起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带着一个白衣胜雪的女孩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他说：“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。”我突然明白，他不是不喜欢好学生，他只是不喜欢我。 李修义不长情却多情，他交过很多女朋友。后来到了大二，我跟他订了婚，跳过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我们直接成了未婚夫妻。这件事戳了他的痛点，他掐着我的脖子质问我：“为了跟我在一起，你就这么不择手段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永远不会喜欢你？”我那时候是怎么回答的？对了，想起来了。 我对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需要你喜欢我，我只需要你跟我结婚。”从大二到现在，李修义当了我六年的未婚夫。这六年，他的荒唐事就没断过。他跟不同的女人暧昧交往，有时候我甚至会去帮他善后。而我每次只问他一句话：“上床了吗？上床了又怎么样？没上床又怎么样？” 我告诉他：“上床了，你就自由了。”可是他很奇怪，他身边莺莺燕燕无数，却从来没有碰过他们。不知道他在坚守什么。从巴黎回来已经是三天后，这三天我没有和李修义有任何联系，但是圈子里的人却经常跟我报备他的行踪。比如那个他说要结婚的女人，已经被他打发走了。 比如他天天在酒吧里泡着，他们家老爷子都扬言要把他逐出家门了。再比如那辆我给了周家小少爷的车，被他用两倍的价格买了回去。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我下飞机后竟然看到了李修义，即使戴着墨镜，都没办法掩饰他脸上的苍白。他说：“我爸让我接你去我们家吃饭，抱歉。” 我说，我还有事，没办法去。我会亲自打电话给李董道歉的。李修义看着我，片刻后他转身离开，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“随便你”。我没在意，直接驱车回家。我倒不是敷衍他，我是确实有事。爷爷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回家吃饭，嘴上说着吃饭。 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去听训。听说你跟修义闹了矛盾，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，我却并没有领他的情。爷爷，我要跟李家退婚。爷爷沉下了脸，我允许你有脾气，毕竟我们宋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，但我并没有同意让你退婚。爷爷，我要退婚。爷爷一拍桌子，跪下。 我从善如流，在他面前跪了下去。你知道和李家退婚，我们会承受多少损失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从我们和李家订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，六年的时间，我们和李家的合作已经日臻完善。不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至少剥离开来也要脱一层皮。如果我能挽回这笔损失呢？ 爷爷冷静了下来，他的手在桌上轻轻的敲击着。那就等你挽回了再说。于是从老宅出来，我给我的对家发了条消息：“陆总，要老婆不要？”陆成是我们这一辈里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。不管是谁，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听到家里人说：“你看看人家陆成。” 像他这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英，是不屑于和我们这些纨绔打交道的。我也是开始接手家族事业后，才和他有了交集。怎么说呢？强确实是强，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。就像上个月，我和他同时投标一块地，我胜了，压着他的心理价位险胜了他，这让我在圈子里得意至今。 消息发过去，陆程久久没有给我回复。到了晚上十一点，他终于有了反应，垂死病中惊坐起。我抱着手机笑开了花，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。陆总忙着呢。陆成客气地笑了声：“小宋总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？”我直奔主题：“我之前问陆总的问题，陆总有想法吗？” 陆成沉默了一会儿，老婆，嘶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一生值冲天灵感呢、啊，这么直接的吗？那我要不要回敬一声？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他又开口了：“小宋总现在还兼职红娘。”呼，还好嘴巴没有脑子快，主要是陆总也到了适婚的年纪，而我这边又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 不知道陆总有没有想法？谁？我。死一般的安静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等我拿起手机看了眼，通话结束。草，是一种植物。我当然是不可能那么容易放弃的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我直接杀去了陆城公司。看到我，陆城取下眼镜。 揉了揉眉心，小宋总有事，装失忆。于是我问陆总：“真不考虑考虑跟我结婚，稳赚不赔的？”陆成看着我：“你来真的？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是在开玩笑？不，我以为你喝醉了。好吧。”我一脸真诚的看着他：“那现在呢？要不要考虑考虑我？”陆成打量着我。 听说你和李修义闹翻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不过我凭什么接盘？没有直接拒绝，那就是有的谈。水利新接的项目，我让利你半个点。路程扣了扣桌子，三个点。趁火打劫！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一个点，三个点，一个半，不能再多了，三个点。 我已经开始咬牙了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最多两个点，成交。我，陆程钱多钱少无所谓，主要我乐于助人，不要脸。陆程这边谈妥了，我就有了底气去和李家谈判。于是我约了李修义的爸爸见面，没想到他把李修义也带来了。几天不见，他整个人愈发消沉。 进包厢前，李修义拉住了我的胳膊。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什么？婚约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如果你想谈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静静的看着李修义。有时候我挺羡慕他的，到了现在还是这样单纯。我开口：“你错了，婚约从来都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”李修义死死的盯着我。 他手上力道加重，抓得我生疼。我和李修义进去的时候，李董已经在主位上坐了下来，闲话了几句家常。他一脸和善地说：“知道修义惹你生气了，今天我把他带来，要打要骂随便你，叔叔给你做主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今天冒昧请您出来，就是为了我和李家的婚事，李董。” 我有意解除这桩婚约，松快的氛围瞬间凝固了下来。李修义疼的站起身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同意。”李董沉下脸：“混账，坐下！”李修义迎上他爸的目光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又要背着我做决定？当初订婚违背我的意愿，现在取消又要违背我的意愿，那我到底算什么？” 傀儡吗？李董一拍桌子：“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订婚的时候你不同意，一折腾就是六年，这六年你让李家、宋家丢了多少脸？既然你不想取消婚约，那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李修义怔了下，随即低下了头。李董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：“滚出去！”李修义走了，他不仅自己走。 还带走了我，速度太快，抓起我就跑，跟私奔似的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李修义，你想干什么？李修义手上力道加重，一言不发。我无奈挣扎，他却越抓越紧。嘶！你弄疼我了！我气急大吼，直接上手拍打他。李修义仿佛这才回过神，他猝然松开我。 满眼无措，你你没事吧？我郁结于心，我实在不知道李修义在闹什么。我一直以为退婚的阻力只会是李家，李修义说不定还能帮我，没想到他竟然成了第一个拦路虎。李修义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退婚吗？现在顺了你的心意，你又在闹什么？听完我的质问。 李修一突兀的笑了，却比哭还难看。顺了我的心意，我的心意在你们看来重要吗？你们做任何决定前经过我的同意吗？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所以你是觉得退婚由我提出来，伤了你的面子？没问题，那你提，甚至我可以跟圈子里所有的人说，是你甩了我。说着，我笑了下。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。上次你不是已经宣布有结婚人选了吗？我们现在退婚正好顺理成章。没了？什么？李修一看着我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别人结婚。我沉默了几秒，但你总会跟别人结婚的。这是他生日宴那天，我突然想明白的。六年，我已经累了，而李修。 却仿佛精力无限，还在折腾。那天宴会上的人未必是他真的想与之结婚的人，但他迟早有一天会结婚。我这人吧，从来不喜欢被动，所以我一定要早做打算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我和李修义最终不欢而散，他只恶狠狠地留下一句话：“宋玲，这次你说了不算。” 我说了当然不算，可是他说了也不算。这个东西是要谈的。在见李董之前，我已经带路成见了我爷爷。我们一起吃了顿饭，聊了几句家常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懂的都懂。当晚，爷爷就松了口：“我老了，管不了你们年轻人的事了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”这次我直接去了李董的办公室。 进出一个小时，婚约解除。我们约定明早八点在各自的官网公布取消婚约的消息。所以你到底给了李家什么好处？此时的陆程没了白天的精英模样，整个人透着一股懒劲儿。从李氏出来，我就给陆程打了电话，想约他吃个饭，结果他直接让我去他家。本来我还有点犹豫，后来一想。 这关系马上就不同了，矜持什么？结果我想多了，他就只是今天休息，懒得出门。他也没有什么待客之道，就煎了两块牛排，开了一瓶酒。不过还挺让人放松的。你想多了，我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吗？陆程挑眉，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。我解释道：“其实李家能拿捏我的是。” 并不多，这六年的时间里，谁也不是傻子，合作共赢罢了。唯独一件，就是清水湾，李家是资方爸爸，如果退婚，他们就会撤资；如果他们撤资，那块地就砸我手里了，他会拖断我手里的资金链。所以我急需寻找一个有资金、有实力、有意愿的大冤种，不大好人。陆成则了声。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满头问号。他嫌弃的说：“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冤种。我心里一震，这人难道会读心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陆程冷笑：“我讨好？你看我都以身相许了。”陆程慵懒的往后靠了靠，许我脸红，不许耍流氓。 眼见着九点半了，我和陆程同时拿出了手机。明天就要公布消息了，你说趁着美股开盘，我做空李氏，是不是有点不厚道？陆程短促的笑了声，没理我。我好奇的看他，你在干嘛？看到他手机上界面，我嘶了声，你在不厚道？陆程抬眼，彼此彼此。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你都买了谁？陆程当然是李家和宋家。我想掐人中，最后只弱弱的补了句：“少买点儿，别把我家拉爆了。”第二天，解除婚约的消息如约而至，网民爆了，圈子里的人也爆了，一波波人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，询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 烦不胜烦的，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：“已分勿扰。”没办法，太忙了，还有一帮董事会的人要安抚。结果李修义直接冲进了会议室，助理很无奈，他向我比了个嘴型，拦不住。李修义的状态不太好，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眼中的血丝，仿佛气疯了。你先去我办公室。 开完会我跟你谈，李修义一声冷笑：“宋玲，你狠，你真狠！当初是你说你喜欢我，是你追在我身后跑了这么多年，是你非要跟我结婚，是你……啪！”我一文件夹摔在桌上，打断了他的话。童瑶，你来继续会议。好的，宋总。我看了李修义一眼，走出了会议室。 他跟在我身后进了我的办公室，怎么？现在觉得丢人了？宋玲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我没有要求过你，也没有逼过你，是你一直在逼我。我冷冷的看着李修义。等到他说完，我开口：“确实挺丢人的，但丢的不是我的人，是你李家的人。”李修义死死地瞪着我。 仿佛想把我生吞活剥了，李修义，这不是你第一次擅闯我的会议室，却是最后一次。再有下次，我会让保安把你请出去。李修义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游戏规则，不是所有的地方你想来就能来，想走就能走的。李修义仿佛受了莫大的打击。 他的脸色一瞬间苍白了下来，他喃喃道：“是你说你喜欢我的，宋玲，你不可以这样。”看着这样的李修义，我有一些无力。李修义，你能清醒点吗？是我说过我喜欢你，但那都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我第一次说我喜欢他在高中，我最后一次说我喜欢他也在高中。 当年我们十七岁，现在我们二十六岁，已经快十年了。十年的时间，我的兴趣爱好、吃饭口味、穿衣风格，全部天差地别。我早就忘了十年前的喜欢是什么感觉了。而且，我喜欢你这件事，对你而言重要吗？李修义踉跄的后退两步。你早就不喜欢我了。是啊，你早就不喜欢我了。 这么多年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你反应平淡，可有可无。即使我和别人接吻，你也可以当做没看见，事后还能警告那些人不准把照片传出去。我一步步试探你的底线，可你对我根本没有底线，只要不上床就可以。呵，只要不上床就可以。所有人都觉得你爱惨了我，可只有我知道。 你根本不爱我，李修义低吼：“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说爱就爱，说不爱就不爱？凭什么你说订婚就订婚，说取消就取消？”宋玲，你凭什么？我有些愣住了，脱口而出：“凭我现在有这个能力。”同时，我也意识到了不对。李修义，你不会喜欢我吧？李修义瞬间紧绷。 几乎是肌肉反应的想反驳，但被他自己克制住了。我感觉有些荒唐。李修义，谁教你这么去喜欢人的？李修义仿佛看到了希望。我不知道怎么去喜欢一个人，这么多年是我错了，我改。我们不解除婚约，好不好？他是第一次这样语气卑微的跟我说话，但其实没必要。李修义。 我这些年变化的还有我的择偶标准。年少时，我喜欢帅气叛逆的；可是现在，我喜欢能跟我比肩的。你不合格，李修义从来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。但是李家符合。我曾经想着，李修义废一点就废一点吧，只要不给我添麻烦就行了。可是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，他就是个麻烦。 陆成给我打来电话，前未婚夫还在纠缠，我好笑。陆总消息挺灵通啊。陆成冷笑：“不是我消息灵通，是你前未婚夫闹出的阵仗太大，我很头疼。”这一口一个前未婚夫的，怎么听着有点酸？不过我可不会觉得他在吃醋。我和陆成是一类人，如果他那边闹出这样的阵仗， 我也是会不高兴的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陆程嗯了声，挂断电话。我让助理告诉前台，以后李修义过来要预约。忙了一天，终于把董事会安抚下来了。到了下班的时候，竟然又接到了陆程的电话。他的语气有些微妙：“你们前台让我预约。”“嗯，我是感觉好像忘了什么。” 不，这不是重点。你来了，陆程没有说话。我瞬间明白，你把电话给前台，解决完了陆程这边的事。我又交代助理，以后陆程来了不用拦，直接让他上来。陆程，陆总，助理一脸惊愕。我点了点头，他默默的冲我竖了个大拇指。我很无语，陆成来了。 不是空手来的，还给我带了晚餐。我确实饿了，可这分量也太多了。于是我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饭量其实不大。陆程很无语，我就不能一起吃？烦人！我和陆程就在办公室里挪了个地儿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谈着清水湾的事。毕竟他以后就掐着我的命脉了，总要对他开诚布公。 等到谈完，肚子也饱了，我问陆程，你总不会是专门过来给我送晚饭的吧？”陆程扬了下眉：“我已经见了你爷爷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回去见我爸妈？”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话吓得一口水卡在了喉咙，进也不是，出也不是，最后呛的咳了起来。陆程审视的看着我：“你不会想要卸磨杀驴吧？” 我忍着咳嗽，连忙说：“咳，怎么？怎么可能？”陆程这才善心大发，帮我顺背。他哼了声：“出息。”好半天，我终于平复了下来。我很无奈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和长辈相处的成功经验。我父母早亡，从小是爷爷带大了。我爷爷这人吧，重利，他培养我就是为了培养继承人。 所以我跟他的相处一直是从利益出发，损害利益就会挨打，感情什么的不重要，公事公办吧。可是陆程的父母不一样，因为和我有利益联系的是陆程，不是他的父母。一时间让我有些惆怅，陆程却毫不在意。这要什么经验？投其所好就行了。我爸爱茶，我妈爱美。 我深吸一口气，什么时候？下周末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陆程皱着眉看着我，怎么了？我问。他弹了我一个脑瓜蹦，别搞得好像是要慷慨赴死。我在呢。和陆程的相处是很让人舒服的，他是一个能给我帮助，甚至能带领我的人。他懂分寸，知进退。 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你感觉被冒犯，而且自从和他在一起后，我的钱越赚越多了。你不会是我的财神爷吧？陆程笑着说：“你招财进宝的能力也不错。”我满意的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陆程配合着跟我握了握手，合作愉快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修义了。 就在我几乎快要把他淡忘的时候，他一身狼狈找到我。最近他很疯，飙车的地方越来越危险，在酒吧待的时间越来越晚。我每天总能在朋友圈看到各种的灯红酒绿，甚至还接到过几个电话，说李修义怎么都不肯离开，非要我去。他们让我看在曾经的交情上，去劝一劝李修义。 这样的人大多被我拉黑了，慢慢的也就消停了下来。我没想到他会堵到我家门口，他站在门边，手里还捏着一瓶酒，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活力，死气沉沉的。我就当没看见，开门准备进去。李修义拉住我的手，我低声呵斥：“李修义，放开！”李修义的手颤抖着。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他松开了，我松了口气。关门之际，李修义开口了：“我都知道了。”我愣了下，什么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好像带着泪光，他连嘴唇都在颤抖。他说：“我爸告诉我了，当初如果不是你选择跟我订婚，他早就把他的私生子接回家了。” 李修义抬起胳膊遮住了眼睛，他竟然有私生子，就比我小两岁，而我一直不知道。在我们取消婚约的第二天，他就让他进了公司，我不知道。前不久，他转让了百分之二的股份给他，我还是不知道。直到昨天，他把他领回了家，他说那是我弟，让我跟他好好相处。怎么可能？他是不是疯了？ 我把他的私生子打进了医院。他说：“要不是你，他早就换了我这个继承人。”李修义放下胳膊，他的眼眶是红的。他问我：“宋玲，我是不是很失败？”我淡淡的开口：“对，很失败。”李修义惨淡一笑：“你果然讨厌我，连一丝安慰都不肯给我。”他一个醉鬼，我并不想。 跟他讲道理，李修义后退两步，靠在墙上，他喃喃道：“我似乎总是被抛下的那个。小时候，我和他对抗，和他逆着来。我以为我只要不按他说的做，就可以让他难受。我以为我放纵自己是对他的惩罚。可他早就放弃了我，开始培养其他的继承人。还有你。”李修义似哭似笑的看着我。 我还在想方设法怎么让你更重视我一些，可是你早就不喜欢我了。只有我在原地打转，你们早就往前走了。你们都在往前走，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原地。你们所有人都抛弃了我，你们都不要我了，没有一个人等等我，你们都没等我。几句车轱辘话，他翻来覆去地说着，完全陷入到了自己的情绪里。 我给他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，没多久他就开着跑车过来了。看着我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你说你们这是什么孽缘？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真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摇摇头：“你都说是孽缘了。”他咬牙，恨恨地扶起李修义。我就知道他会后悔。该李修义的事，让我叹惋了一把青春。 但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，反倒是陆成父母的事让我犯了难。陆成母亲爱美，但买化妆品、护肤品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最后，我选了一条钻石项链。女人至死爱钻石。至于陆成的父亲，那要送的肯定是茶叶了。我有几个选项，准备让爷爷帮忙做个决定。 可是爷爷看完后，就给了我四个字：“小家子气。”我很无奈，已经够贵了。爷爷哼了声，等着。没一会儿，他拿出了一饼茶，拿这个去。我看着简陋的包装，您是想让我被扫地出门？爷爷翻了个白眼：“狗眼不识泰山。”我这一个够买你手上的十个。真的假的？滚！ 最后我还是拿了，毕竟不拿白不拿。临走前，爷爷叮嘱我去别人家好好说话，长辈说话你就听着，别杠。我挺无语的，我想反问他，我什么时候杠了？可是这样一说，又好像真的在杠，最后只能憋屈的闭了嘴。很快就到了周末，陆程开车过来接我。 一路上，我像锯了嘴的葫芦，车里的空气安静的让人窒息。突然，陆程握住了我的手，干什么？给你一点温暖，怕你还没到就吓死了。我迟疑的看着他，你确定不是在趁机占我便宜？陆程一声冷笑，不是我该占的，该你该。陆家的氛围比我想象的要融洽。 陆程爸爸做的饭味道很好，陆程妈妈似乎只负责貌美如花，不过她确实漂亮，毕竟她曾经是演员。我的礼物他们很喜欢，尤其是陆程妈妈，当场就把项链戴了起来。只是后面的聊天方向有点迷。陆程爸爸问：“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”陆成看向我。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我真想给他个大逼兜，有他这么祸水东引的吗？于是我说：“看路程，我听他的。”陆程看向我，我冲他挑挑眉。结果他说：“我的想法是月底把证领了，年底办婚礼。”我呆了。陆程的妈妈很开心，兴奋地拉着我们聊起了婚礼策划。 直到离开，我都感觉云里雾绕。果然还是谈钱容易。陆程把我送了回去。下车后，他一脸严肃。他说：“我今天说的话是认真的，你可以回去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？月底领证，年底结婚。”陆程说：“我是生意人，所以我得给我们的合作加个码。”晚上躺在床上。 我开始思考结婚的事，我权衡利弊，分析得失，把自己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。可是喝了杯水，我突然顿悟了。陆程好像给了我一个伪命题，我原本就是奔着跟他结婚去的，或早或晚是个问题吗？显然不是。于是我给他发了条消息：“陆程，你真烦人。”陆程回了个问号。 我没理他，开开心心的睡觉了。等到第二天，我跟他说约个时间去领证吧。陆程看着我，你确定？我疑惑，我们本来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？陆程点点头，真心诚意的说：“宋总牛逼。”直到很多年后，我们的女儿都出生了，陆程才告诉我，那时候他想着女孩都是喜欢浪漫的。 所以他已经开始准备求婚现场了，只是宋总牛逼，浪漫过敏，所以你就放弃了。是啊，陆总脸皮薄，怕被宋总嘲笑。我和陆成约定的领证日期是三天后，因为那一天陆成会正式注资清水湾，到时候我们再把正衣晒出来，那就是温温股市绝对一片中国红。 今天李家那边会派人过来跟我们谈后续合作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来的人竟然是李修义。惊讶了两秒，我连忙起身跟他握手。李总，幸会。李修义看着我，他抓着我的手，力道有些重，过了好几秒才放开。他说：“宋总，幸会。”没有多寒暄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 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李修义这边没有趁机提任何条件，所有的合同都遵照之前的。他说：“宋总放心，我们的事不会影响两家的合作。”不知道李修义是不是在里面做了什么，不过不重要，毕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于是我们很爽快的签订了合同。宋总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 当然，既然李修义决定参与公司的事，以后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不会少，躲不了就上。宋总没怕的。李修义选的地方我常去，跟他倒是第一次。他点了菜，基本都是我爱吃的，而我就当不知道。我举杯，今天谢谢李总盛情款待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李修义苦笑地看着我。 我们需要这么生分吗？没有了婚约，我们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？多个朋友多条路。我放下酒杯，当然可以。李修义却愣住了，他的脸色不太好。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我有些头疼。以前万花丛中过，怎么没有看出他是个恋爱脑？李修义，你既然去了公司，就好好干。 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李修义一瞬不瞬地看着我。如果我好好干，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有些茫然。什么机会？李修义说：“宋玲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”我心里复杂。我该怎么委婉地告诉他，我已经马上要结婚了呢？李修义，你可以去做任何事，但别为我。我不为别人的人生买单。 所以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劝过我。我想做什么都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一旦我做的事突破了你的底线，你就会把我一脚踹掉，对吗？李修义的情绪激动了起来。我看着他，所以你是在怪我吗？李修义眼神一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揉了揉太阳穴。李修义，我比你小一岁。 我这一路是我自己摸爬滚打摔出来的，我甚至都不能确定我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。我凭什么为你的人生出谋划策？还是那句话，你可以去做任何事，但别拉上我，我不为你的人生买单。我起身想走，李修义伸手要拦，包厢的门就在这时候被推开了，路程走了进来。我听经理说。 你过来了，我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介绍一下，陆程，我丈夫。不顾李修义争冲过后惨白的脸色，我拉着陆程离开了。怎么，利用我？怎么，你不是，我是吗？法律承认了吗？那我提前行使一下妻子的权利，不可以吗？陆程低笑一声，牵住我的手。 当然可以，陆太太。李修义似乎被我刺激狠了，他不顾场合的拉住我：“你别这样，宋玲，你别这样对我，你骗我的对不对？我在报复我对不对？”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祈求。还没等我反应，陆成一把拉过我，将我挡在了身后：“李少，自重，滚开。” 李修义低吼，他目眦欲裂，把宋玲还给我。陆程笑了下，李少，你们已经取消婚约了。李修义一拳打向陆成，这是我和宋玲之间的事，跟你无关。我万万没想到他会动手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刚想去拉陆成，他已经侧身躲过，并一个反剪将李修义按在了墙上。 你没事吧？我担心地打量着陆程，原本看着我的李修义，此刻眼中的光熄灭了。我也上了火。李修义，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。我不管你是真的后悔还是假的后悔，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婚约，那就麻烦你把自己的情绪咬碎了牙齿和着血吞下去，别再招惹我。 我和陆程下了地下停车场，上车前他突然拉住我：“怎么了？”他眼中含笑的看着我。宋总挺酷，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你了。我挑眉：“就一点。”陆程，那多一点。我抬手挣了挣他的衣襟。宋总批准了，我们有合作，我们会结婚，搞不好还会在一起一辈子。 我并不介意和陆程发展感情。两天后，我和陆程起了个大早，我们赶到民政局，助理已经帮我们领了号。我们肩抵着肩，头碰着头，拍了一张登记照。说实话，那一刻的心跳有点加速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领了证，随即赶回公司。陆程正式注资，随后官网挂上了。 合作方和我们的结婚证，陆先生，新婚快乐，合作愉快；陆太太，新婚快乐，合作愉快。领证后，我和陆成就搬到了一起。我们选了他名下的一套房产，离我们工作的地方都近。我们很契合，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，这让我的生活渐渐的滋润了起来。春风得意的我。 开始拓展事业版图，什么赚钱的行当我都想掺和一下。没办法，身后有靠山的人就是狂。渐渐的，我和陆成被冠以了“敛财夫妇”的称号，对此我欣然接受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李修义的消息了。等我再一次听说的时候，他已经被人遣送出了国，这让我挺好奇的。 他爸确实对他有失望。他爸培养私生子，一方面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但更多的是想给李修义施压。鲶鱼效应，困兽之斗。那些觉得自家有皇位要继承的人，总喜欢玩这样的把戏。比如李修义的爸爸，比如我爷爷。但真要说彻底放弃，还不至于。 尤其李修义现在已经开始干正事了，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有问题找陆总。陆总轻描淡写的说：“他想跟我鱼死网破，被他爸发现了。”怎么鱼死网破？李修义的想法很简单，那就是抢生意，不计成本，不论收益，生抢。可他在公司根本没有话语权。 他刚把指令颁布下去，就被他爸知道了。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李修义扬言，他不会让陆成好过。这样的意气用事，让他爸爸彻底失望。为了避免他惹事，就直接把他遣送出了国。你怎么都不告诉我？陆总瞟了我一眼，告诉你什么？说你的前未婚夫爱美人不爱江山。 我闲得慌，陆总当然不闲，陆总很忙的，既要忙生意，又要准备年底的婚礼。我的意思是外包出去，接受赞助。一听我这么说，陆成就烦，我还要说，他就吻我，吻到最后，我就记不得我要说什么了。后来那场婚礼被陆成安排得很盛大，他让我经历了一场如梦似幻。 李修义也来了，他盛装出席，仿佛是来抢亲的。不过他什么都没有做，静静地坐在那儿，静静地离开。后来，陆成吻了我，他说：“陆太太，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”